哥，把这文件做一做，一会儿送到办公室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这弄得这么乱，不是？新来的啊，脏死的抹布，去洗洗去，给我倒杯水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。为什么呀？你不就新来的吗？不是我，你再顶嘴，你知不知道我老公是谁？他人是不敬礼，分分钟把你开了。不是我，不是那个。是谁呀？能分分钟把他给开了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哎，吵什么了？吵的这是。 老公，咱俩欺负我？谁来欺负我媳妇儿啊？我收拾他，我跟你说。这你媳妇儿啊？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我不来，我怎么知道你俩这么厉害呀？啊，你俩上人事，拜上离职，然后明天不用来了。走走走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大家了啊，小东是我男朋友，记住了。 大家确实辛苦了，那今天晚上下加班把这个进度往前改一改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公司负责人在不在啊？表现老板。这是啊，这是我们老板。哎，我是你们两位啊？我哪位？你们公司证件齐不齐全啊？齐全呀，我们正规公司，那不门口挂着呢吗？对对对，齐全。工资都按时发放吗？按时发放，从来不按现不发的。老板，我们上个月不是那个。 财务有点事儿嘛，他给你忘了。我现在给你发行吗？现在转啊，行，你们公司加班情况呢？从来不加班，我们从来不加班。我们公司就不拖。老板，我们三个月没休班了，你看这。对呀，我们三个月都没休班了。没休班不是调休嘛，对不对？小董上次不给你们说了吗？这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把假攒到一起，明天就带你们一起团建，好不好？我们出去玩一个礼拜旅游。 好吗？那我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三亚啊，嗯，好的好的。没，挺好的，就公司。那我了解了，嗯，我考虑一下。行，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是什么？哪个哪个部门的呀？啊，他是应聘的。哎，应聘的。老板，这把我要是赢了，我今年都不想加班，怎么样？但是你要是输了，从今天晚上就开始给我加班。行，一言为定。来吧。3, 4, 5, 6, 7。 7, 8, 9, 10勾，行，你出。10勾就凯肩，报单喽，上1张了。不是，老板，你这啥意思？还带这么出的吗？那你也没说不让这么出呀。 反正我报单了，要不要吧？行，4个8炸弹。我行，你出。我对接，我也剩1张单了。队员二，加班吧。你加班吧。坐下，咱吃饭去。 哎，老板，你可算来了，办公室一个男的等你俩小时呢。你给我进来。不是，我进去干啥？你再不进来，媳妇就没了。什么情况？里面那个是我妈给我介绍相亲对象，你给我搅黄了。不是，还有这事儿，敢跟我抢媳妇儿？啊，你为我阿姨的女儿吧，你本人比照片还好看。谢谢。这位是？哎，你说我这方案评的别墅建个什么风格比较好呢？啊，我看看。 我觉得不错。你快走呀！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呀。你看看你们最近的工作状态啊，都不想干了是不是？是吧？是吧？
没说你是不是小哥？不是老板，我打电话呢，打电话了。那、不是这电话不能挂啊，那个约7:30是吧？行，那你想吃什么？吃什么？我挂了。不是，真不能挂。我看是谁？不是，哎。喂，你谁呀、刘总啊。我就说不能挂吧。没事儿，没说您是啊。好嘞，行，晚上让他陪您吃好喝好哈。再见，挂了。刘总不告诉我一声啊？不是，我都说了不能挂，你非要抢。晚上务必陪好。行，那你给我打20000块钱。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那晚上陪刘总吃饭喝酒，是不是都得花钱？各方面都得安排到位啊。吃饭喝酒用20000块钱吗？最多报2000。不是，这不是，我怎么发现你越有钱越抠呢？还有我，不是哎。小东，你帮我下楼拿快递去。拿快递？不是，你没长腿啊，你自己拿去。你怎么说话呢，小东？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？不是你忙，我就不忙啊，我这不是整合同呢吗？合同吗？啊，我看刘总的合同吗？不是那个。你接电话了，刘总电话，快接。不是，那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啊，喂，签合同是吧？啊，3年，不是说好了签1年吗？不是，哎，不是有3年合同不签，你签你傻呀你？就签3年。不是那个，来，签完这20000块钱就是你的。我的吗？啊，那行，那就按你说的签3年也行，我可听你的了啊，我签了3年啊，如果中间出什么问题啊，你那有什么问题啊？有问题我担着，放心吧。行，如果出问题啊，房租他不退我，你退我啊。什么房租？就是。不是。你什么租房合同？对啊，来把钱还给我来，快点。不是，经理看啥呢？不是小东啊，你是不是给你闲的呀？咋了？我手机通讯录里面1000多个好友，你全给我改成奥特曼了啊？不是，你这叫什么佐菲奥特曼、赛文奥特曼、艾斯奥特曼、迪迦奥特曼，这都什么呀？啊？你还笑？我真服了。行了。奥特真不来电话了，谁呀？这都是。喂。喂。哎，你好，哪位呀？什么？怎么能问我是哪位呢？不是，那不好意思啊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小东把我这个通讯录里面1000多个好友全给我改成奥特曼了，所以我不太知道你是谁，你哪位呀？挂了。老板，我是那个泰罗奥特曼。你什么泰罗奥特曼？你这老板，我是那迪迦奥特曼。你还迪迦？哎，老板，我是赛文奥特曼。你赛文奥特曼了？我听着这电话声音有点像我妈呢。不是，给我来办公室，真惹祸！哎，过来。老板，小东，迟到几点了啊？现在来上班？哎，那个老板，我还有活，我先忙了啊。小东，你不要以为跟我这么多年，我就不能拿你怎么样了啊？你小心我早把你给开除了，知道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早晚吧。啊，小东，快点，老板你滚！哎，好嘞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早晚把你。那正好啊，以后我中午来上班。他刚才向我惹生气，他在跟我对着哩。不是，这在公司，你以为在自己家呢？不是，就抱一下怎么了？这么多人看着呢。这不是以前都能抱，怎么今天不能抱了？抱不了啊，出去。行，不给抱拉倒，我找财务小姐抱去。那你给我回来。真的是，不是你找个财务小姐姐干嘛呀？啊，那咋了？把门关一下。把门关一下。干啥这莫名其妙的呀？干啥啊，老板？不是你说的抱一下吗？不是，我说的是报销的报。你，哎呀，你寻思啥呢？那不说清楚啊。